话呢，也不能说天天的都有那么多吧，有事儿就讲事儿嘛，对不对？刚开始我承认肯定说恋爱的话有一个说甜蜜期这一块，那你说天天也不能说总这么交流，有啥事儿说啥事儿呗。女生认为在你和她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敷衍的成分多一些，对，好，你并不觉得，你觉得她要求高了，这是第一个冲突。对，还有别的冲突，而且她对我监管太强了，就好比吧，我出去了，我这个微信步数里头如果说数量变了，她就得问我，她说你现在在哪儿呢，你出去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，我说那我现在我跟你说不也一样吗，她说那你这样你开个视频，我就得要把这个视频打开给她看我到底在哪儿。我也不知道就是怎么就非得要看我看得这么紧，就说完了，我没有说看你，因为我去哪儿我都会提前跟你说，那比方说我要下班我要跟朋友吃饭什么的，那我下班之前我就要告诉你说我晚上要跟谁吃饭，我就提前告诉你，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那我不也跟你说了吗？那你都吃开饭了你才告诉我，那说明你心里就没有我吗？你就没把我当回事儿啊？不是，那我同学聚过会什么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什么事儿我还都给你报备吗？开饭人也没有这么看的。那问我，他说你在哪儿呢？我说聚会呢，朋友在一起。他说那你把位置发给我一下，那我就发给他吧。视频看我还不行，还要看看周边的环境。啊，那你弄的就说白了，不是我一个人，两个人，很多人都在那儿，很尴尬。他看完聚会会怎样呢？我旁边坐过女同学，他就会说你为什么要跟女的坐一起？就是弄得我和那个女同学特别尴尬。本来没有啥事儿，都是同学在一起聚会嘛。不是，那你俩有什么尴尬的呀？你再说了，你有女朋友了，你没告诉她吗？你为什么不挨男同学坐呀？你非得挨女同学坐？不是，那谁上学的时候没有个异性的同桌了，对不对？那说白了，挨个男女坐一起能有什么事儿？那谁知道你俩以前是怎么回事呀？也许你俩以前上学搞过对象呢，没准在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还想再续前缘呢。我俩真有啥事儿的话，我不跟他在一起了吗？哎、我还能跟你在一起吗？人家现在不是都有一句那些话叫怎么说来着？那个同学聚会拆散一对是一对，是吧？那他自己就不自觉，你为什么就不挨着男同学坐，非得挨女同学坐？我觉得就是你多虑，你明白吗？我也不知道是我哪儿做的不对了，让你有这么多想法。就真的主人就说白了，两个情侣见面，本来我俩就是异地，对不对？那时间长没见面，俩人见面，他第一件事先把手机拿出来，哎，从相册，哎，到短信、微信，挨个看一遍。这是干嘛呀？那我就是想看呀，那我也让他看我手机呀，我给他呀，他也不看呢。不是，你干嘛对自己这么没自信呢？不是我没有自信，我就是觉得吧，那你说你手机里面要是没有东西的话，你可以大大方方给我看，对吗？不是，看到了你会怎样呢？我们假设它里面有东西，你会怎样？分手。我就是想分不分手问你，没想过那一点。哦、对呀、啊，有了都没想过要分手，你看他干嘛呢？但是我就是想，基本信任都没有，我不知道你焦虑在哪儿了。我就是想知道，就是我不在的时候，他都跟谁聊天嘛？你为什么这么不相信这个男人？那你跟他谈什么恋爱？我就觉得吧，他就嫌弃我了，你知道吧？他咋嫌弃你了？因为我之前嘛，我之前不是也失恋过一次嘛，然后那段时间我就是特别特别伤心，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，我就开始吃什么长胖吃什么，就以前不是也训练嘛，然后自己也控制那个身材，就是什么东西就油炸的什么都吃不上，然后我那段时间我就使劲硬吃，就把自己吃胖了嘛，然后现在就是有点身材发福了，然后他呢，他跟我说话那种口气吧，他就说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，你赶紧减肥吧，你就催我减肥。其实我胖这一点我自己心里明白，但是呢他说话那种态度就让我接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还跟我说了，说你看你现在的身材跟你的职业一点都不符，那我当然就生气了。